哎，还好吗？你知道我把你约来这里干嘛吗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又在干嘛了？我今天在拍片。我知道，每次把我约来，然后都不说要干嘛。哦，因为我要给你一点惊喜。惊喜？你频道需要一点刺激。什么刺激？因为你男性的刺激。最近我发现人家都说什么找外国人来频道吃美食，体验台湾文化，然后说台湾哦好吃好棒棒，哎、欸，点阅都飙起来飙起来。今天为了拯救你频道。今天帮你邀请一位来宾，重量级的，从外国找来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外国人啊？外國哪一国人啊？哪一国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他甚至是外星人，大伟，大伟，什么意思啊？在这边，那、啊、你今天就负责带他去体验台湾的文化。他可能中文不太好。他真的中文不好吗？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我帮你找到来宾，差不多要到了。OK， 在哪？那你就想闭上眼睛。为什么？有一点期待感嘛。讨厌啊，这样子我也很期待耶。是什么东西？是人啊。哦，好。然后欢迎我们来宾进场。好了吗？我是陆本人。你好。你好。日本人吗？真的是日本人吗？所以会讲中文吗？不会。那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我是多米多罗啊。多米多罗。是你的日本名字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是我的 YouTube 名字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讲话清楚一点，是吧？哦、对，那我帮你准备一个道具。什么道具？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翻译年糕。这好长哦。对。不好意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多米多罗。哦，你讲话变清楚了、欸。很好用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有用哎！你要吃吗？你呀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带这个外国人，就是长期待在日本人、外国人，一起去体验台湾的文化。现在边吃边说话。台湾有名的平价小吃啊，是什么啊？是八方云集。哇，好期待！有去过吗？有啊。好吃吗？很怀念的感觉。我也很怀念。你说你混什么？啊，我都在混生活，家里蹲。所以你是在日本生活很久了吗？啊，我上念四年大学毕业了，然后本来想要找工作，结果面十几家都落了，我就绝望了，就变成。所以就开始 A 片的解说吗？对，我才没有专门在做 A 片的解说。可是我昨天在看那个《电锯人》的 A 片的解说，哎，这里有好多人，我在那边 A 片来 A 片去。没关系，我们色。好丢脸。不丢脸啊。我们就是人性本色啊！好哟，嗯，谢谢。你别这样子，我看你解说得很开心，你干嘛在这边装啊？我也是有这个羞耻心的。但是你有一件很过分的事情，什么事？就是你没有把那个电锯人的重点放出来。放出来不就被搬了？被谁搞的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我高中午餐都会吃这个嘞。嗯。锅贴的味道在我嘴里扩散开来，初恋的滋味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呢、啊？我其实没有特定喜欢，是遇到感觉对了就喜欢。你喜欢凶一点的？哦，对啊，我喜欢凶一点的。那多米喜欢怎么样的女性呢？气质有艺术感的。我有吗？马马虎虎。我煮的玉米浓汤很好喝哦。原来你这么还不错啊。不错吧，又色又会煮饭。原来你很色啊。嗯。还有。我超色哦。耶、yeah! ！我们吃饱了。你有吃饱吗？多米。也有。多米多罗。好哟。有。嘿。耶、yeah. ！
我们要来带多米体验一下我们的台式洗头。你看大家都拍那种什么粤式洗头，无聊，我们就来拍台式洗头。好哎、欸，体验台湾人帮你洗头。你今天要做什么造型啊？这位老板娘这位是日本来的，帅一点的，洗个帅一点，帅一点的，会讲国语哦，不错。哎，我帮你用躺着洗比较舒服，好不好？但是坐着洗比较有 feel 吧，比较有台式的感觉，比较有专业感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很厉害耶，会讲台湾话，所以常常来台湾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来台湾见粉丝。他很红哎，他最近都不要讲了，舒服吗？很舒服，真的吗？嗯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哇，新造型，倒脸哎，像武士，帅哦，挥个刀看看。呀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好像不舒服，太用力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说，我轻一点好不好？不用。你太客气了。哎、欸，跟我印象中的日本人不太一样。我印象中的日本人都是瘦瘦的，然后鼻子都是尖尖的。他不够尖吗？嗯，不是这样子，圆圆大大，都是这样尖尖的。我的脸很大。不是脸，不是脸，我是说那个鼻子。那我像日本人吗？你像韩国人吧？日本人女人比较没有那么漂亮。哦。哇，你们这么慎重的对待这位日系朋友，真是。没错，我们在为台湾跟日本建起友好的桥梁。爱台湾。爱台湾，哇！他说出爱台湾的，这个影片会爆了。被洗了卡了。什么意思？好害羞。你喜欢他们吗？我今天才见到。今天才见到，不能说喜不喜欢。那你这个人很诚实，很好。所以有几率，就之后他回去会觉得讨厌我们，是吗？这个影片可不可以不要上片？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。不要。哇哇哇！厉害！哇厉害！绝！感觉怎么样？还蛮舒服的啦。舒服吧？舒服。好耶！我们现在来到。西华街观光夜市，华西街。难怪我觉得念起来快快。哎，现在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们现在来到了蛇肉汤店。我要带外国人来体验我们台湾的文化，我们要带他来喝蛇血。你有喝过吗？这个蛇血，对，蛇毒，蛇毒，蛇毒，对，蛇胆。那一颗是蛇粉。蛇纹，蛇粉，蛇毒是可以什么牌？以毒攻毒吗？对呀、啊欸。你们是不敢喝毒？欸、是毒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外国人不是喜欢台湾的文化吗？台湾会喝毒？会中毒吗？中毒我就不能开啊。蛇肉汤，我就陪你啊。先闻看看味道。哦。其实就是都是酒味啊。剪刀布一把进上铺，对啊，一杯。剪刀石头布，哎、都是酒味。那我都喝蛇血，你喝蛇毒吧，OK 吧？中毒了！好久，有一种麻麻辣辣的感觉。汤是蛮好喝，就是一般的，很像那个药炖的味道。我觉得这杯给幕后喝怎么样？好哟。没有，你们要你们猜拳吗？他说好哟。所以，这是偶像的要求哎。哦，
是什么滋味？初恋的滋味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带外国人体验台湾行程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有分三个阶段嘛？第一是八方云集，第二是洗头，第三就是刚才的蛇血。我们想要请你给个评分，请问八方云集超过60分的话呢，就可以按下这个按钮。哇、yeah! ，太棒！洗头超过60分的话，请按下按钮。哇！那我们最关键的地方来了，请问蛇汤还有蛇血给几分呢？60分有吗？都有。有吗？有。真的有吗？有。那请问你现在有一种中毒的感觉吗？我现在全身麻麻的。我是第一次来喝那个蛇血汤，还有吃蛇肉，然后我觉得蛇肉吃起来特别很松，就是你说像鸡肉是有点像，但是它那个肉非常的松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带外国人体验台湾的文化行程结束了，耶、yeah! ！爱台湾，爱台湾，台湾 number one， 哇， yeah! 好棒哦！今天的影片到这结束，如果还想看我拍什么，是跟谁拍什么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，反正也会当你没说过。我要5杯木瓜牛奶。啊、的台语，木龟，八杯木龟，木龟姑娘，木龟，好没事。木龟。